像咱所有人，即个只，咱都开始拢是出，拢是出来了，因当阮的心，伫上帝面前，咱感谢你，对咱的疼。请弟弟的妈妈过来，好不好？咱都所有的人，你是来帮我的心，你来面对偌济，你不是上帝。咱是一个阿妈妈，对上帝表示咱的感谢。主啊，真正感谢你，你过去一年的勇敢，是你的疼痛，是你的恩典。来，咱来迎七恩典。但是真要紧是你要有信心。
心，你的心内还有上帝。只要你有信心，只要你的心里还有上帝，苦难算什么？那都是暂时的，暂时的会过去，信心会突破。就像乌云，那只是暂时遮盖，阳光还在那里。神的爱，人的爱永远存在。现在唯一你要的是一个信心的眼睛，一个坚定的脚步。愿神与你同在，我们一起祷告，感谢，感谢主特别放在我们的心头。父上帝，真的谢谢你，是你真的爱我们，把一切的美善赐给了我，赐给了我们。你用无限的爱，阿拉伯的爱，不只爱义人，你也爱不义的人。你不只疼惜良善的人，你也疼惜那一些浪子。你把太阳跟雨水赐给了好人，也给坏人。谢谢你不断用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爱在呼召每一个浪子，让我们一个一个前前后后的回家。永福教会就是我们心灵的家，在这里我们与弟兄姐妹相遇，在这里我们领受到圣经对我们的呼唤跟鼓励，他要我们回家领受基督的爱，十字架的爱，然后再一次差遣我们重新回到我们的家庭，回到我们的婚姻，回到我们的孩子面前，父母的面前。爱让我们重新架构，爱让我们与神重新找回那个神与人的关系。谢谢你，愿今天我们的心是感谢的，因为我们被召回，我们被唤醒。谢谢神，求你的慈神爱手继续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前面的道路。2015年回头感恩，2016年摆在前头，恳求你加倍与我们同在，赐给每一个人平安喜乐以及感恩的心。奉耶稣基督的名感谢，阿门。下次对啊，新的屏幕给他的。